再让我说一下啊，就是说你看包括练一些器械，包括这个自行车都是属于大型的器械。你比如说我们现在日常啊，我们想用一些小的器械，有没有可以让我们达到锻炼身体的这种效果？现在这种东西有好多。真的假的？真的好多、啊、今天我就带来了好多。哎呀，很好玩的东西。来来来来来来，很好玩的东西，你可以看一下，好玩的。首先呢，这个就是我们的一个按摩棒、放松棒，起源于就是我们最早的医学的外科的筋膜放松，身体体外的筋膜放松。这个也是让我们起到一个健身的作用吗？对啊，就比如说像大兵啊，就经常不运动的人，你可以帮他按一下后背，帮他自己按一下。这个东西其实在公园你也会看到，对哦，就是这么简单吗？对，很简单，就是放到后背，对，哪儿痛按哪儿，对。我觉得这个东西是这样，很享受的，挺舒服的，就这两下就完事了，没整够呢。对，比如啊，如果像子贡这样三七人的话，你可以把它给擀平哦。哦，擀平试一下，来，擀平。记得像擀饺子皮一样啊，你好。哎呀，从侧面看，它会擀得很薄很薄，很薄很薄，来。我摇一下就停进来了，哎，真的。这个东西是什么呀？乾坤圈嘛。对，这个东西叫做普拉提圈，也是诞生于我们普拉提课程当中的。如果很多女孩的或者男孩子的柔韧性不好，你可以把它放在地板上，慢慢的向下压，身的柔韧性一点点变好。这个可以起到抻筋的作用吗？对对，还有一种可能就是，比如说你有 O 型腿的人。我们需要我们整个大腿的内部的力量。子栋好像 O 型腿，哎，挺好，挺好。你看是不是？看看是不是 O 型腿？来，我这么直还是 O 型腿？你试一下，我看。哎呦妈呀，马都来回转，有一点点，有一点点，有一点点啊！再试一下，我必须得有一点才能试，是吧？对对对，好嘞，一定要控制你的体力。啊，上哪儿？这放这儿行，可以是吧？对，膝盖指向前方，好，我帮你扶。完了，我夹紧背，挺起来，好像是会。把你变成对，用力。什么感觉？子栋什么感觉？哦，有一股力量往外推我的大腿内侧，我感觉腿并不起来。是吗？啊、嗯，还有呢？你做十下，你做十下，来，一、二、三、四、五、六，有感觉了，七、八，好了，停，来，你走一下，我看看，走一下，等会儿走一下，好，走，来走。治疗身体的柔韧性，这个大灰的东西是吗？这个是吗？对，这个呢是整个的，就是它起源是以同样是医学的治疗我们整个的平衡完全神经失调人的。它的道理是什么呀？它通过一个很平的软套，整个通过的就是像我们平衡木一样的动作，去来保证我们身体的核心的稳定。你可以在这上面，之前我们所有人的平衡力，可以抬起你的脚，手臂提起向上。OK， 如果我们在上面去做，你会就会有一个难度，会加大你的难度。同样，哎，我看一下，这个东西我一直不知道。这个东西很神奇，在我们整个专业队训练当中会用的比较多。它是个六角不规则型的球，这个球呢，它弹到地上呢，它不一定会往哪儿飞，你要第一次时间把它抓到。证明你的反应能力会很强。哦，这个是锻炼一个人的反应能力。对，来，我们三个人都觉得自己的反应能力很强。哎，这个现场有没有观众朋友觉得自己的反应能力也很强？跟我们来两个人，我们组个队，来组个队。上面几个人？我的来球。这样啊，这样我们来做一个小游戏啊，就是我们现在台上一共是八个人，对，然后这个球崩到哪儿，谁没接住谁就被淘汰，好不好？来，好了，准备，好的，好的，来站一圈，来吧，球呢？球呢？你那儿呢？哎，走。哎、来，快别往地上扔！哎，一边走了！走！哎，快点，对这儿呢！走！要不然回来？走！走！哎！哎！不错！哎呀，非常非常棒，非常棒，非常好。